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 OK 仔。系，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最正气嘅鬼故台。点样咧？点样咩叫正气？我应下节啦，啱啱过咗7月14，呢啲都要影。你咪怕咩啫？啊！我嗰日啊，7月14啊，做咩啊？正日啊，啊，几样嘢做齐啊？夜晚唱歌，吹口哨，望窗边，系咁啊，睇下见唔见到，又系飘埋嚟，冇啊，真系令我好失望。咁样啊？系啊，咁啊，举头三尺有神明。今日咧准备咗啲鬼故同大家讲，同埋讲下梁思浩最新嗰个节目《通灵之王》，玩到凶宅真实案件超心寒。话讲真，做呢啲节目都几惊，系嘛？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下我哋5蚊鸡 Patreon 冇广告，如果 Patreon 有广告，代表你撞鬼咧。好啦，咁啊，你要做呢啲节目咧，咁啊，梗系要揾一啲好恐怖嘅地方啦。我近排有个朋友咧，亦都有啲撞鬼嘅经历，话咗俾我听。咁啊，讲少少一个咧，然后先讲啊，梁思浩带你去咩地方？我有个 friend 啊，近排啊，走咗去住大美督啊。噔噔噔噔噔，大美督好阴森噶嘛。但系而家有嗰个好大嘅观音像啦，佢仲要望到嘅。咁嗰日咧，喂，真人真事嚟喎，條友就嚇鬼我，但佢又唔似係要嚇鬼我，因為佢係好寂寞，成日都要我上佢屋企玩嘅嗰種人嚟。咁咧嗰次佢話：你驚唔驚先？你唔驚，我先講俾你聽。我唔會唔驚嘅，其實對未知嘅一定有啲恐懼噶嘛。咁跟住咧，佢都要講啊，咁我都好想知啊。其實我係八卦嘅，我直頭想即係互相交流啊，或者。去感受，即系等于有啲人，你成日听啲人移民，喂，移咗民去英国系点噶？咁样，喂，我 pass 听，我个肉身用完，我又会点啊？我想 ask 佢一啲 question 啊嘛，系咪先？系证实有鬼魂嘅存在啊嘛，冇错。咁我好有好奇想知，咁我朋友话俾我听啊，佢嗰、那个佢住大美督附近咧就撞鬼啊，成班 friend 啊入去嗰度玩啊，点样咧？佢成班友玩完之后咧就揸翻车出去。佢话经过嗰个马路中心啊，踩一半啦路程啦，跟住见到嗰个马路中心有个波喺度拍波，系马路中心个波喺度弹，但系咧你正常嚟讲个波咧一弹跌落地冇人拍佢咧咪突突突突突突突咁样嘅，佢话唔系，佢老远见到个波又喺度拍，佢拍拍每一个高度咧都系翻好似人有人手拍咁嘅高度，哇系，跟住咧揸车嗰、那个。一过咗唔出声，大家静，一见到静咗唔出声，过咗个波之后，个司机问有冇人睇到，后面嗰两个睇到，佢话我睇到啊，佢话你都见到个篮球咁样弹咧，跟住话系坐喺个司机隔篱位嗰个睇唔到，哇，系啦，咁佢话俾我听咧，嗰段路有鬼，咁啊，佢自己亦都分享过一啲见鬼嘅经历，我哋今日晏少少会讲一啲教你哋见鬼，系啦。我就唔知点解成日都见唔到，我就好探灵，我走去系嘛，系啊，人哋喺大酒店，阳气盛啊，喺大酒店摆酒三楼，我行嗰啲自己嗰啲楼梯啊，楼梯最招阴噶嘛，大酒店嗰啲楼梯，我就喺嗰度三楼行落去，系嘛，经过人哋龙凤礼堂个顶落翻地下，乜都见唔到，系啊。唔係代表我大膽，我想見證下呢個世界。即係調翻轉，有人又話咩啊鬼節唔好擔遮啊，冇開遮啊嗰啲咧。冇開遮咪揼到撲街咯，落雨。琴日因為唔開遮咪濕到真係見鬼。我病咗，跟住 Omicron 咁入咗去，跟住又話哎呀有鬼啊，真係咁啊鬼節，撞鬼啦，好啦。嗰個梁思浩通靈之王啊，玩到最後三強啊，原來已經，哇，一個叫 Deep 喎 ，Johnny Depp 喎 ，Depp 師傅喎，咁啊羅永有個叫做同阿維維啊，需要接受終極考驗，通靈之王寶，通靈之王寶藏誰屬？就兩條女一條仔，咁樣樣。咁如果佢贏咗之後就出嚟話，你電視台都清明我遊料到啦，係嘛？哇，係，係咪啊？會嘅喎，出嚟撈下嘢咁樣。咁啊，三位需要透過節目就話喺個單位嘅設計同埋佈局嘅片段。以通灵去还原凶宅发生过的惨案、我哋成日都话要点样啊？孔子话敬鬼神而远之嘛。我尊敬你，但我行开。O K， 呢个系你做人最好的做法。你唔系、我走去八卦喎。嗱，呢节目咧，
出事啊嘛，系咪先？真系好惊嘅。咁啊，最后阿罗永凭住出色嘅表现啊，获得阿梁思豪同四位玄学顾问嘅认可，成为通灵之王。玄学顾问啊，犀利啊！咁啊，呢一个凶宅咧，原来咧，佢比想象中更深寒。2009年6月，外佣被揭发喺跑马地大坑道一个单位乱刀斩杀女雇主，而死者竟然系建筑署女高官纪燕林。女高官被杀嘅凶宅，哇！有指当时同菲佣发生争执，菲佣攞把菜刀袭击佢。这个高官一度负伤，谂住逃离现场，点知被拖回客厅，乱斩过百刀。看更听到凄厉的救命声，即刻报警。警员破门而入，见到呢位女高官血肉模糊，伏尸客厅，内脏渗出，哇！脊椎被斩至断裂，死状极为恐怖。这个就是当时。梁思浩带佢哋嗰间空宅就系、是、咁。警员到场发现菲佣反锁自己喺主人房，破门入内后，眼见他满身鲜血，外在一角目露凶光。哇！其后菲佣啊向警员表示：我系驱魔人啊！哇！佢系驱魔人，即系话个高官系鬼上身。菲佣在警戒底下对这个调查事件的警员指，雇主纪燕林对我好好，但间中会因为煮的食物不合口味而怪责我。他继续说，每次这位高官怪责他之后，夜晚睡觉会看到对方化身做女巫做祭祀的仪式，更打开自己的头盖吃他的脑。哇，这些真是思觉失调、啊、他是 不是鬼片那么简单、啊、这个女佣直言经常听到自己死了的丈夫和自己对话。丈夫说，这个高官将会成魔，所以你要先下手为强，将对方杀死。他又听了他这个死鬼老公的亡灵的指示底下而动手。最后这个菲佣现在亦都一直被收押在小榄精神病中心，经过专家的检测之后，认为他是犯案前两个月开始患有精神分裂，经常有幻觉，至今仍有精神错乱，建议他接受无限期治疗。哇！一直困在小榄精神病院，是吧？那么人鬼是不是殊途呢？是不是不应该招惹呢？咁啊，好多节目咧都叫你哋去啊搞下呢啲啦，搞下东，搞下西。咁但系如果你想见咧，喺网上揾到十个方法，未必真系得，试下又无妨啊。咁啊，其实话俾你听咧，会唔会有人真系啊好无聊，今日冇嘢做，冇嘢噶？你咪做个跟我做个 friend 啊！OK， 鬼都可以打 band， 唱歌。佢鬼科咁靓，系啦。咁你就试下咯。咁如果你唔想试，咪尽量避免以下呢十样嘢咯。好多人都想见鬼啊！你想知道啊？你个肉身用完之后你去边嘛？咁但系又好多人又唔好想见鬼，因为对未知嘅嘢都真系好惊。在泰国一个崇尚佛教的国度，对神佛的崇拜令到他们是有相信鬼神的存在。不过老实说，你信佛的话你都不用怕鬼，是很渣的。不过很多人信佛，信佛都是善男信女，他没有想过自己的果位突然间可以超脱成为蛤，我现在已经算是什么什么了，永远都是不要搞我，好害怕。每个人都有个角色的，对自己。就讲到呢泰国的习惯那里，除了有佛教的国家之外，还有巫术、邪法、最邪那些。最邪那些在泰国人眼中，平时在家有十种见鬼的方法。叫大家呢，如果你不想呢就不要试。譬如第一种，这个在好像是不是鬼眼定是李心洁那套、
见鬼啊！见鬼系嘛？佢有个剧情就话换咗一个死人嘅眼角膜。如果你得到眼角膜嘅捐赠，你擘大眼，你就会见到佢喺你身边。嗯，即系用咗人哋个移植器官啊咁样，因为嗰条佢个尸身喺呢度嘛。嗯，咁样样。咁我又想问啊，如果我心坏咗咁掉出去，咁我心嘅感受我换咗第二个，咁嗰个又系咪我见到佢啲嘢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照鸡嚟讲，如果你话你攞咗人哋嘅嘢入嚟，人哋就会喺我身附我身。如果我捐咗啲嘢出去，咁咪精神与你长存咯。如果捐咗半边肝出去，咁我同嗰个人系咪连埋一体咧？系啊 ，you connect 咯。你咪谂下呢一个眼角膜有冇可能？系啱唔啱？嗯。又或者咁讲啦，日日食咁多猪牛鸡羊啊咁样，有啲人真系咁讲噶，佢你食得猪肉多啊，牛肉多啊，嗰啲猪鬼牛鬼啊。嗯。即系咁蠢啊！成日挂住食饭瞓觉，个人觉得好攰啊咁样啊！好多冤亲债主喺你隔篱啊！我见到你身上好多嗰啲畜生啊、鸡啊、猪牛羊啊咁样啊！啊，究竟系咪咧咁？咁啊，自己谂下啦。另外，原来有咗 B B 跳楼，孕妇自杀不遂，跳楼瞬间，即系佢自杀，佢死唔去。咁佢就會開咗陰陽眼啦。係點解咁講咧？因為講到孕婦咧，個 B B 仔嘅出生咧，其實係一個靈魂啊，要跟住佢。嚇！而嗰個靈魂同你咧係有鋪債嘅。嗯，係啊。咁有個聖僧叫鸠摩罗什啦。嗯，佢自己聖僧得嚟嗰個聖就有十一個老婆啦。首先就係啊，性愛個聖嚟嘅。嗯，咁個膊頭咧，佢嗰陣時話自己有一男一女。跟个皇帝讲，我膊头有一男一女的铺债咁样。个皇帝话得啦，唔使讲，赏十个宫女俾佢。之后就生咗一男一女啦。咁啊，你个铺债缠住你，唔系话净系，哎呀，个跟住个阿妈啦，只鬼要投胎，唔系、哦、老豆开头，你哋一定系双份，两个都有缘分啊。咁啊，总之咧，同生命嘅起源啊，同埋即系终结咧，可以话你唔知嗰啲咧就入晒嗰啲数。系。咁另外啦，见鬼有一招咧就系、是。玩嗰啲杯仙、筆仙、哇嚇幾耐嗰啲咩咩咩仙咩仙啊？乜仙乜仙？乜仙？乜仙乜仙？係咁啊！話好簡單嘅，有啲一個杯、一個碗、一張紙、一張報紙，係咪啊？咁啊幾個人篤住個中指，你想再邪啲啊，咬滴血落去添，係嘛？你等啲人好驚，唔知做乜得噶啦。嗯，總之有個。恐惧喺度，用埋西方嗰个神鬼学，你有恐惧代表啊恶魔喺你身边、wow. 啊！啊，而家话俾你听可以做得到，你唔想做就人哋叫你玩呢啲嘢，唔好啊，唔使话要见鬼嘅，我唔想见啊！啊，我就见唔见都系咁啦，系咯，有乜啫？冇啊！你问我呢啲嘢，你心里边恐惧多过乜嘢嘅？唔系啊！你如果你荒山野岭，你话见到你都几大镬啊！荒山野岭啊！你见到你出唔到去喎，咁样睇个结界，陪我啦，又系咪啊？系咪？冇嘢。跟住之后就到你 O K 仔，又喺个荒山野岭，唱啊，陪我啦。唔系周而复始啊，轮回咁样喺度。好，系怕咩咧？原来系怕闷啫，做鬼。唉，人其实都系好怕闷嘅，跟住同你讲。系啦，有一招。嗱，呢一个咧，我个朋友仔啊，头先同我讲鬼故嗰个友仔咧。佢話呢個佢聲稱自己咧曾經咁樣撞過鬼喎、啊。嗱、嗯、嗱，差唔多啊，同呢個講法。午夜十二點，十字路口，哇係啊！每個人面前一個碗，一對筷子，碗飯裝好碗飯，下面用荷葉包住，跟住烹碗，直到你見到為止。啊！佢話記住喎、啊，見到嗰啲話千祈唔好停烹喎、啊。嗯，唔系就睇到你缠住你，即系话哼住哼住碗，你见到佢，佢、啊、见唔到你。嗯，几时先唔好哼咧？哼走咗啩？等佢，我唔知啊。哇！点啊点啊？点知啊？佢系咁写啫。有冇能用侦测仪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总之叫你哼啊哼，未走继续哼。哦，咁样过嚟闻你咁点啊？闻翻佢咯，大力啲，咁样锁锁。点啊？嗱，呢个古仔就系嗰个朋友话撞鬼个篮球啊，那个屋主啊，佢曾经讲过有一次啊，
不過條友呢啲説話就唔可信啊，因為條友好好迷幻啊，成日都。係。佢有一次翻屋企喎，唔記得佢有冇迷幻啊？佢翻屋企嗰陣時，差唔多凌晨時分啊。佢喺條街度見到有人掹碗啊！佢有個細路仔跟住走埋去喎，問佢攞嘢食喎，掹碗嗰啲喎。佢話佢自己見鬼，開頭掹嗰陣時冇噶，冇人啊。再掹下掹下，見到有唔知一個定幾個細路仔，凌晨時分走埋嗰啲啊。係啊，咁佢嗰陣時佢話唔知掹碗就係見鬼喎。係啊，即係呢個掹碗可能好多人都有啲經歷喎。唔知下面有冇人試過見到人掹碗咧？吓，冇乱咁坑喎，就有啲人有啲习惯系习俗话唔好嘅，系嘛？即系例如会咩啊？即系人哋烧家衣啊，你唔好踩到人哋嗰啲嘢啊，吓嗰啲。咁我唔好专登踩，即系有啲唔觉意，系啊，唔觉意都冇办法噶。喂，但系我真系见过人烧家衣，有冇睇过啲鬼风啊？撞埋嚟卷晒，卷走晒啲原本蜡烛。哦，咁我鬼風我話冇見過喎。你冇見過？誒，環翠村最多啊。係咩？我阿媽佢一次同我一齊見到，嗱睇睇鬼風，有人喺度。嗰啲唔係鬼風啊嘛。佢有人喺度燒衣啊，卷卷曬嗰啲啊，攞收咗啦咁樣。係咪啊？我老母最怪力亂神噶啦。好啦，教你玩，跟住鬼打牆，係揾只黑貓翻嚟，幾個人喺12點嗰鐘就玩捉伊恩，只鬼會同你一齊玩。一旦揾到某個人，嚇。咩啊？将只黑猫放出嚟，跟住咧，跟住佢只黑猫走，就见到鬼噶啦。嗯。但小心遇到鬼敲墙，提醒要真系被鬼打两下，有两种方法。系。佢话咩话？要被鬼打，避开被鬼打。譬如除一条裤落嚟笠住个头啊。嗯。无论走去边度都好，继续走落去。仲有就系攞条嘢出去屙尿啦。嗯。咁样都得。咁都得。唔知坚定流啊？系咪噶？佢话喎，即系。惊俾鬼打翻你转头，除咗条，我觉得呢啲呃细路除裤嘅啫，都系系嘛，吓啲女仔都唔好信啊！哎呀，鬼跟住啊，快啲除裤啊，笠住自己个头啊，吓嗰啲啊，你唔好听啲色狼讲啊。咁另外有人话咧，将死人嘅泥啊，即系可能系尸体嘅泥咧，搽落自己只眼咧，就会见到鬼啦。但系强调就唔好试啦，佢因为咧。佢話有啲人係入咗去走唔翻出個冥界喎，會痛苦死喎。咁我正常嚟講，屍體都有細菌嘅，刮個屍身揩一下隻眼，咁你做咩啫而家？就係咯，你挑戰啲咩嘢咧？你唔見鬼你都見鬼噶啦，係咪有病毒嘅大佬啊？係咪先？半夜梳頭啊，半夜梳頭望住鏡12點，一路望塊鏡會見到喎。佢話。是的，这个有这样的传闻，阿嫲也有传过这些，但是浪费气啦，那即是没头发那些见不到鬼啊？没办法嘛，你那些鬼找他都没办法啦。有些人说，这一招有听过，他说你走下走下呢，望你即是趴低个头望你两胯后面，他说这样这个呢，是会见到另一个世界的通道，见到鬼门关。系啊，唔知啦。佢但系佢话，如果你真系见到有嘢行埋嚟，你要停止呢个动作。嗯、鬼会误会你系准备要生仔咧，就冲埋你屎窟窿度。哇！咁样样啊？呢个笑话嚟噶系嘛？顶你个肺！咁有啲人就话咧，喺屋企就唔好打开把遮。系啦，唔系就好似小芙蓉咁包咗嘢出。哦，呢、這个系、哦、有人系咁讲话，室内啊，佢话有啲人话室内尽量唔好开遮。哇！呢招劲啊，呢招。吓，梁思豪好似试过。终极见鬼方法就是去死了、怎么去死呢？穿寿衣，化死人装，扮死人，准备一炷香，12点瞓，就会走入去冥府。但记住，在支香烧完之前就回来了，见到光的地方就回来了。他说如果不是就回不到你了。是了，这样。为什么无端端要扮死人瞓？啊！阿梁思豪试过瞓棺材点啦？系系啊，嗰幕啊又系好咩啦？咁啊得噶啦，系咯。咁但系其实我听到呢度我都唔知点解，即系我话想见到啫，但系我唔想去扮到咁似，然后即系你喺度废话咁样话，喂，你自己活埋一个人咁样自己咁样，跟住突个头出嚟，可能你都会见到嘅。系傻嘅嗰阵时啊，之前咪啱啱有个大师圆寂咗嘅啊。佢叫咩法师啊？净空啊，系识净空啊。佢话佢有个叫做朋友啦，同修啦。
佢话都系得五廿零岁命啊嘛。跟住有一年走咗去信藏佛，三跪九九叩，一日冚二百下个头。嗯，然后过咗两个礼拜，同佢讲我真系见到鬼神啦而家。嗯，佢话佢唔止见到鬼神啊，仲好快走去成个见咗佢哋添。你一冚二百下个头，咁你见嚟做乜嘢啫？你都做噶啦，而家明唔明啊？成单嘢，你都系想快啲去嘅啫。系有阵时啲嘢唔使咁八卦嘅，好奇就害死猫嘅。冇错。咁啊，劝大家咧，而家七月节咧，就唔好落水，就系啦，有啲传统嘢，最紧要安全，同埋咧，就唔好学啲人咁样喺个网上咧发放呢啲咧啊，讲神讲鬼呢啲吓人。冇错，系咪啊？咁啊，自己小心啲咯。嗯，系啊，搭 lift 啊。哇夜晚唔好咁夜翻，一閃閃下客咧，真係啲人心肝仔。唔好咁夜翻屋企，如果唔係，冇錯，好容易俾人打劫嘅，係咁先啦，拜拜。